我有一條卡文字。我講埋個 delta b square 減四嘅意思啊。我想了解呢個 delta 同個 a 之間有啲 relation 啫。我其他我唔想睇住噶啦。咁 a 大過零，同埋 a 細過零，同埋 delta 大過零 ，delta 等於零 ，delta 細過零。咁我畫個九宮格出嚟，唔係九啊。畫個表出嚟。如果如果 delta 大過零 ，a 大過零，幅圖應該係點樣嘅？即係如果畫圖去睇就兩個，係咪同埋兩個 equinox 係咪？呢度咧係兩個 equinox 啊。呢個咧？係啦，嗱呢個特別咧係用 touch 噶呢個字眼 T O U C H 啊，或者 tangent 啊，即係等於嗱我哋即係講個方法啦，即係等於阿吳俊有一日就約阿 Amanda 去睇戲，咁 Amanda 點樣同佢講咧？你估下，就係呢個啦，切 tangent 即係切啊。delta 細過零咧，笑咩？我再咁樣講多次，唔使啦。我講多次可以講。我講埋呢個先睇咧，好唔好？係啦 ，delta 細過零咧，同埋 a 大過零咧，就係呢個掂唔到 x 軸，呢個咁樣掂唔到 x 軸啊。好啦，我想要解釋呢句説話啊。呢個 case 咧，嗱呢個 case 咧。就有 dy 係大過零，有 dy 大過零，有 dy 係細過零嘅。有冇問題先呢度？嗱，有即係你發覺咧，有一部分係大過零，有一部分細過零嘅。嗱，呢度咧係有一部分大過零，有一部分細過零嘅。啊，唔準 OK。咁呢嚿嘢咧，所有y 都是大过等于零的，这个呢就所有 y 都是小过等于零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呢就所有 y 都大过零的，这个呢就所有 y 都大过零的。两者之间的分别呢，这里是多了有一点是等于零，但这里就是等于零都没有了。好啦，我呢度個表我哋俾咗你睇先，咁我哋就開始講今日要講嘅嘢。大過零，啊唔係 ，sorry，shit， 唔好意思啊，細過零，係我講錯咗，唔該曬你。然之後我講完心細意長啦，果然溝女嘅一個好正人啊。好啦，我停一停先，我睇低佢先啦。